今天我来介绍钓鱼的很日式的吃法，除了钓鱼之外，也可以食用别种鱼，腌制两天后烤一下就可以吃了，非常好吃的一道菜。如果家里有味淋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日本有一个习俗，婴儿出生100天，第一次喂婴儿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钓鱼，希望小孩一辈子吃得很好。台湾也有这种习俗吗？这个是真的。